要是突然摘下去了，人死不行，又回来抢救，过去哈，不多抢救。马上弄那些筛选血，现在都在提倡这个了。是实质放血，你放血你懂了是哈。还有个最快的效果，阿忠你看到了，你连到他这个汗巾，这个腰杆上，这里不是有个汗巾了吗？有。你找到两边汗巾一点，阿爸就是马上死了都死不到，这就是解决。瞬间就把急救嘛哈。哦，不管是因为什么问题，都可以用这种急救。都可以，但是有个问题。本来像这种情况下，爬起单子他绝对死不到的。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好好人倒下去的。对不对哈？但是有些时候，特别是当今这个社会又有一个问题了嘛。他如果人家纠纷好起来了，哎，他要就是还是怕摔锅。哎，我们那敢救啊？是所以现在好多事情不敢去做，不是不想做，不敢去做，不敢碰，你知道吧？那么你再发生了，你也好了都好了。他这你也不好啊。做这个人情的就是，对哇，好像对了吧？救也不是，不救就也不是。是不是啊？做人的是做什么？人总是的迷信，总是我就是那个东西在里面。对，我也觉得现在面对社会这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两招捏好了。他也不一定感谢你嘛。如果这个上面，除非是啷个，听到，除非是本人个人人，对自己家，管你嘛是烈士你也好啊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活嘛把他死嘛，因为我就把你死就死嘛，活嘛又活嘛，这种差别。对，还是自己家人，解救自己人，对，才敢这么去做。外人呢，大不了就是，如果大家按这种情况，就是这方面，这也是个好办法。灵了了，还有，有这些汗巾是对的。啊，就小时候，比如我们感冒了，老人就会就老人就在非常疼的，对他就是，对，然后就全部。这些都叫主动气血的一种外力疗法。那你呢？物理疗法是吧？哎，他疗么就刺激你，道理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再把你疗痛的心慌了，汗水都搬出来，就更好了。就是那种汗水就解决了。汗一出就好了。那小时候感冒了，跑都跑不掉，你哭都没有用。我记得就是给你弄的这些全红。是咯。那么你这早那么说放血咯，像我这个不早我就弄下去，我哪里等到去早了放血啊？就是充分发挥你们自己的能动性。对。想啷出去就啷出去噻，没得施加任何压力噻，就发挥你的。能动性了噻，这就是灵机、玄机、奇机、产生动机。